意外，秦志戬放弃竞聘国乒教练，离隼马林王皓在列。国乒教练竞聘工作有序进行，竞聘名单出炉，原男乒总教练秦志戬没有出现在大名单当中。国乒教练竞聘具体名单如下：张小欣、崔庆磊、饶敬文、刘志强、何瑞宁、陈振江、任皓、李振山、申超、李大成、孙迅、肖战、李聪、杜鹏、李璐、李卓阳、赵畅、王翔、马琳、马俊峰、钟金友、杨宇彪、邱怡可、刘斌、聂维、朱文涛、徐辉、刘恒、王皓、朱朝晖、李隼。此番秦志戬放弃教练组的工作，将帮助刘国梁处理更多中国乒协内部的事宜。